你好多時遇到失敗或者挫折嘅時候，你會選擇喊，但我哋其實唔可以白白咁樣浪費咗呢啲眼淚。我哋除咗同佢講聲再見之外，我會拜拜眼淚。咁但係你反而要諗一樣嘢，眼淚過後，你變得更加堅壯，去走自己嘅路，好似我哋咁樣走夾兵嘅路，又或者好似你哋一個大學生讀完書之後咁樣。去走自己屬於自己的路，送俾大家，再見女光。
最多叫再见女。